我要怼死你这个。
雷哥，你快看，这下面有个洞。心疼爷们，自己多鸡巴懒啊！裤衩子你看埋的成这样，自己不知道洗，非得等我下班回来洗。媳妇儿，帮我拍个段子。啥段子啊？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个手劈木板，双击啊！开始了，坐好啊！妈，你能说我喝奶吗？开玩笑，白长的。那你呢？咦？好了。你干嘛？真的？你有病？干啥呢？斗地主呢。那给你个橘子。上去你还笑，你手机掉水里了。掉就掉了，那又不是我的。不是你的谁的？你的呀。我说你，我刚戳的环绕洞，双击哦！猜猜我是谁？哎呀，正忙着呢，你别闹了好吧？来来来，那床怎么是蓝色的呀？什么造型啊？挺别致啊，非常六加七呀。Ha ha ha ha!